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归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教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教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教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701页第一行第二字开始，论著色微妙法。当然大师当然解释微妙，虽有理有法微，这虽有假出三有呀。论著有法，无欲故非欲界呀，地故故非色界呀，有色故非无色界，净土非三界所立，出三有故法啊，虽有理有者为净土之有，以一行云海离有，离两边啊，离两边交四故，出有离有故为微，微妙，微妙的能力。三有就是六道轮回，咱的参考资料来对，咱阿伯学完，咱也是对第一的六有比较看起，又是的公欲界天灵修罗精神无贵地狱，各国啊随机业因离修各部各名有有啊，有啊都是我有六顶，人呢有自私自利，有啊贪嗔痴慢，有七情啊五欲，这种叫欲有，这个离未开啊六道轮回，人家这些拢放下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。欲界天人，为什么来到人道来呢？
会去天道呢？总是有一个原因呢，这个因就叫做有。你有这个因，追赶唔到的果报。那欲界天的因，是上品十善业道。十善业修个真圆满，佮加着四无量心，这个是上有欲界的天道，欲界天。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慈悲是讲啊，欢喜着别人离苦得乐啊，欢喜别人啊成就好事啊，啊好事呢是利益社会，利益家己的一家人。啊，爱甲你的社会大众排伫第一，那利他主义啊，那是讲主义排伫第一，利他排伫第二，这大概啊，拢嘛是人道，天道啊，不容易，为什么心量都无大啦？起心动念无甲家己袂记哩，啊，甲天道都袂相应，这啊因果啊袂当讲无创清楚啊。啊，咱做什么事业呢？是升天的事业，无论多一行。连那土饭的乞食，也讨来一点啊物件。看到别人也无，看到别人腰果不如伊，伊就请下地为邻，把这个布施予伊啊。这拢嘛升天的因啊。啊，别人的苦难就是我家己的苦难。别人咧受苦，我嘛受苦，经年后记，这是先天。啊，先记一个有春的来去救济人，这是人道，不是人间的富贵啊。嘛是讲知利己，无利人。这领导啊，都得袂到咯，会去到位三恶都去咯，啊，做个伤过分，都会去地狱度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世间啊，任何一个人。你做到一道的业，你甲迄道的感应，无分贵贱啊，无分贫富啊，人人有分啊。啊，看你是咧做什么啊？这个未当讲唔知影。袂当讲无注意啊！啊，每一个人拢希望家己好，家庭好，事业好，一切顺利，拢嘛属于欲望。啊，欲望要安怎去得到？是？俗有正道呢？安怎去得到的是俗有啊非正道呢？
加多啦。啊，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哎呀，行正道，行直道。啊，无知的人，无智慧的人，因会去行邪道，行弯曲的路。因此，教育就非常重要了。爱接受圣贤教育，咱会当啊辨别邪正。啊，咱会当啊始终守着正道。正道对家己不利，邪道伫眼前的利益会当得到利益，我嘛未行这个道。眼前的利益，骨卡大的利益，拢嘛是小利，唔是啊大利。只会当利益当前，以后就真歹讲了。那内心是骨卡歹讲咯。所以咱唔通讲只顾眼前，无咧顾以后啊，这是真正大诶错误。啊，古人伫咧讲啊，聪明诶人有前后眼啊。前后眼什么意思？伊会看出前因后果。我现在所受诶。是我以前做的因，我现在所做的是将来所受的，啊，所以对我现在在受的，我了解我以前做的是什么因，对我现在所做作的，我知影讲将来会受什么果报。啊，这因果细说啦，那如偏执菩主，诸经佛说啦，地下极要，在《大藏经》内底有二十多种的经论，佛讲的地下念因果报的代志，讲得真详细。啊，十年前，江老师把地下变相图完成啊，我忽然感受到这个代志。啊，江老师为地下变相图，是啊，依据道家的有理不超。完全讲因果报应，讲十殿阎王，讲地狱的状况，那就把道为好了，我非常欢喜，帮助流通。这十年前的代志啊。这张威啊，功德无量啊，和未少人看了后，回心向善，这是救人啊，把地下的人救出来，也未阁再作恶，一回头。但是这北斗这个威憾呢，个个拢归出来了。因有一寡所在无讲清楚啊，到底是什么业因，就这果报啊。
啊，咱知呀，这出世间一切法，拢嘛无定法，也都是讲一切法是歪的。人人经常讲得真好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啊，千变万化，万化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人的念头啊，念头先都现极乐世界，念头不先都现三途地狱。咱即卖咧居住诶，即个啊环境呢，即乱世，大家啊拢嘛真清楚，事不间的即款的乱世啊，过去历史几千年来。中国外国啊，无亲像即款的遮混乱。那科学技术都会明进，啊，咱的生活上带来未少便利。但是呢，你同时嘛。个人带来一寡苦难啦，正的负的两边拢嘛有，那亲像负面的正有正面呢，安尼都有一部分的人开始动容，开始啊怀疑。那科学对咱是不是真正有好处呢？啊，有一挂人讲是有好处，咱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这些话拢嘛是真话，啊，咱的精神生活无去了，伦理道德无去了。对父母、对阿公阿嬷，迄种的亲情拢嘛无咯，兄弟之间的友爱啦拢无咯，朋友当中的互信嘛无咯，这损失是无办法弥补呀。啊，科学技术阁向前来前进，啊，咱遮个物件阁向后后退，退到上低，迄到个什么所在呢？迄就是毁灭咯，迄就是地狱啊！啊，所以何来团酸呢？地球上五六万年之前，有一个阿德兰蒂斯这个国家，科学技术非常发达，哪像个比咱现在个超越阿德兰蒂斯。啊，唔过最后这个世界消失咯，规个拢啊沉甲大海来对去。啊，这个嘛是伦理啊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、教育拢无咯。
啊，现在社会状况跟迄个真接近啦。啊，所以都有人会怀疑，咱即卖即个大地是毋是沉去海底？中国古人伫咧讲诶，沧海桑田呢。彼此交互，桑田沉去海底咯。大海浮起来，变成松田咯。啊，科学家相信这款的讲法。啊，佛法伫咧讲的都是业力的变化啦。就是仙路念头的变化啦。地球上的居民起心动念都嘛是仙呢。所谓仙，标准的是甲性德相应。啊，性德是仙，唔是恶。人性本善啊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可见善就是性德，恶啊不是性德。自性内面是无恶的啊，恶对到未来，恶是假啊，现在是真的。那恶的是迷失了自性。三心的这个误会，对这个误会里面生出来，啊，误会里底啊生出真多杂念，啊，梦想，个自性完全相违背。啊，宇宙的元气呢？佛的经上讲得真清楚。过去人类讲这是迷信，是神话。现在啊，和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那科学发展400多年到今啊日。宇宙之间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科学讲的无错啊，就这三种，佛嘛是把它归纳为三种。啊，这是宇宙的无比啊，为什么会有呢？一对都会来。什么原因才有的啊？经过什么天书才会产生呢？这科学问题啊！啊，现在呢，不断渐渐弄清楚、弄明白。啊，对于物质现象会当我解密咯。这个秘密啊，掀开咯，念头变现物质啊，念头是灵变，物质是所变的。啊，这是科学家的结论。啊，念头是对于未来呢？什么原因才有念头呢？这也无从清楚。啊，咱有理由相信。足侪，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拢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一年、十年来呢，可能会被发现。
啊，佛法教咱啊，讲这个宇宙的本体都是自性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是唔是会当找到本体呢？因真正咧找，哲学内都有本体论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无结论啊。佛经内底有啊，本体是啥物？本体就叫做自性，本体嘛叫做涅槃，本体阁叫做真如。第四尊啊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当中，甲这个代志讲了几十个无同的名词。啊，咱来问讲。这项代志为什么要讲遐侪名词呢？这是啊，佛的智慧，这是佛的显卡方便，甲咱讲唔通去执着。名词拢嘛是假啊，假设的，也唔是真呢。啊，那执着个名词，俩最讲伊是真呢，啊就大错咯。这个没咯，有这种的方法，无非就是要教人破执着念念，容易的即地。只要你知影讲是这款代志啊，你该叫什么名拢嘛会用呢？啊，咱人死咯，来生要阁想得人心，都爱甲人做好好啊。人的条件是啥物？中国古人圣贤说，伫咧讲个啊，无伦无常。你甲即个做到，啊，就不是人心，来生也得人心。那是好法修，来一生比这一生过会更加好。啊，那是讲你的修的功德太大，人间无的啊，无叫做福报，那就给你接去天顶去咯。啊，欲盖四王天，都离天。呀，魔道士拢总拢嘛是修这大福报的，啊，这个世间无这大的福报环境啊，所以啊，就请你去天顶咯。啊，天人修定。禅定修成功，伊就袂伫咧欲界，伊啊去色界去咯。色界有十八层天，换一句话讲，色界伊啊天人修禅定的等级咧，天亲咧有十八种，定功愈深，就会愈对顶面去啊。啊，无定功，你就袂生起迄边去，伊甲你袂相应。啊，欲界顶面四层天，叫做空孤天、多离天、自王天，是地孤天，因伫地面呢。伫地面嘛是最高峰。伊伫山顶，啊，多利天伫苏密山顶，自王天伫苏密山的山腰，这就半了。
啊，祝公天是一个祝上天的空中，啊，不是在咱的空中，祝上天的空中。这个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一个地区，那所以呢，无修未应力啊！啊，下面呢，印度的业因，中国人咧讲的啊，五轮啊，五常啊。思维不得啊，这是人道的业因啊。但这个一生会当发愿坚守这个四科呢，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未离开这四科，来生决定地的人道。啊，在人道内底有富贵，是你修来啊。啊，记起心中修的，是这一生的因；这一生造作的是缘，因缘诸会啊，福报现前。啊，咱的因是善因，咱的缘现前，现在就爱啊，心先，缘先，行先，先靠依三业，啊，三规五戒十善。三弥陀佛相应，咱就不是人心啦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得到安乐，就算讲不是大富大贵，生活上衣食住行。大行拢未宽啦，啊，都是修来的。啊，佛法甲咱讲的三思，是文言。啊，丰富咱这个一生的生活啦，这个文言，在布施。在乎不宽，无需要较多，不宽就是有够了。啊，发布施智慧增长，这真重要啊！智慧增长，未迷惑，未颠倒，未做错代志。啊，无依布施，无依布施是慈悲啊，对一切众生帮助伊不苦不乐。啊，这就是佛陀教育的宗旨，佛陀教育的目标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啊！你仔细的经典来倒去看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，无一个未热心去教化众生的，
不疲不厌。啊，这件代志，三种布施拢是有落心咯。你的教学来财布施，啊，不财呢，身体、智慧、智慧啊，甲身体叫做内财，啊，不是外财。内财布施的根本呢，是超过啊外财。啊，外财是家己啊，无去参悟，别人做，我提钱啊，唔是我家己去做，你替我去做。啊，替我去做。对我去做的这个人，得到六分的功德，啊，我呢，我只有一分的功德呀。这个道理还知呀？为什么无人退我，就无人去做咯？家己无想要去做，无功德啊！啊，开钱只得到一分的功德，那何其啊！道场的人，有人是用内财布施，咱的义工来家来服务。啊，因来吃呢，七分功德拢嘛得到六分。啊，迄、那个一分的功德，创办这个协会，这个人，啊，那无这个协会，就无得去做义工咯。啊，所以创办协会这些人，都是因的缘啊。啊，创办协会的人，一切功德来对伊哦，得到七分之一呢。那真正咧做义工的人，伊得到七分之六。佛法非常公平啊！佛法未亏待任何一个人，啊，无论是内财布施啊，是外财布施，总是啊，道道一善啊，专心专意来去做啊。啊，有偌多力量，就是真偌多，有法对兴旺啊！有法那兴旺，你的福报就真大咯。那是佛法衰微，你的福报就真衰咯。不是无功德，功德较衰啦。啊，兴衰的气象，就看这个道场在做什么啊？有如法无？那这道场的领导下下，领导甲被领导一团好气，这功德太大了。啊，这是护持正法啦，道场是正法的道场。道场有正无正的，看人啊。
人静法静，道场就静。人若无静，道场若无静，怪招牌是佛的招牌，是水，不是兴旺。伊也衰到什么程度？一处未好就衰了。啊，都是把六合敬淡掉了。那个三规五戒十善六合敬四粒法拢淡掉，这是假佛的道场，不是真佛的道场。咱来认识啊！啊，真佛的道场绝对是有这五项代志。啊，有三规，有五戒，有十善，有六合敬，有阿六波罗蜜。啊，咱正宗伫这个时代特别提出三好。那为什么无名三好后面拢嘛无了？衰退咯，三好是君啊，世出世间一切这个啊先发的君，这个君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只要修到这个君，依靠奉行佛法，反正十万年都未改变了。啊，三福来对第一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第一，这是君啊。啊，第二条，修持三规，故就众戒不犯威仪。这是接受佛陀教育，头前第一条不是佛陀教育，那头前的那条是世界上各个族群做人的基本条件。啊，所以说整个啊世界，无论是多一个族群、国家，甚至是宗教，也根本拢嘛是啊这条啊。啊，你去看所谓宗教经典，多一个宗教违背这条呢？好亲呢？敢讲未不好父母诶？尊师，敢唔讲教人未尊着老师的呢？啊，诸比不杀，而且宗教教人杀人呢？家己杀害众生无啊？啊，十善就是教你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善人。每一个宗教拢嘛是劝你做好人，做善人。所以这条是啊，世出世法的大根大本啊。
有这基础，这根本你才会接受圣贤教育啊。这地咧讲的是佛陀的教育，嘛是用这个做基础的啊。佮伊也拜伫三福的第一福，这做教，这就是有福的人。这个人绝对袂去对三毒。啊，有福，你对于倒位有气呢？三规啊，三规，逐天拢嘛都爱做，一拜啊都有够咯，惊你袂记哩啊！三规是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啊。时时刻刻爱提示啊，唔通去忘记啊！那真正是一个佛弟子，早课、暗课，最简单。实在那工作非常无闲无时间，早课咧在佛的面前打这三规，暗课嘛是这个三规。这上少的啊，三规绝对唔通去违纪哩，佛教人啊，讲理不昧啊，规佛就是讲理不昧，佛就是讲的意思，规佛反正中国的意思就是规格，我一讲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你讲。唔通迷，这第一条，第二条规范，法门叫做淡摩，意思是静、静地、静见，咱来思想顺境，无瑕疵。无偏见，不偏不狭，这叫做静。这种纲领啊，啊，归静，静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就是六合敬啊。啊，静的意思就是六合敬，遵守六合的这个团体呢。四个人以上做伙咧大，这团体叫做净团啦。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四个人做伙遵守六合敬，叫做净团。清净不染吗？啊，咱要念，早暗念三皈依，三皈依啊，这个文句呢，皈依啊，佛礼足尊，这个礼是智慧福报，啊，有好学什么，就是学智慧，学福报啊。智慧福报呐，圆满咯，足是满足，就是圆满呐，啊！佛讲智慧讲福报，伊是一个求教究竟圆满啊，所以伫福慧内面，佛是最尊贵的，伊啊得到的是真正的大圆满。是咱的模范，是咱的好模样啊！咱来向伊学习，甲伊也做伙学习，
啊，犯呢，就是佛的教诲。佛一生教学中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？静啊，静地静见，对有宇宙人生的看法，不偏不狭啊，静地静见，这是幻。第三呢，鬼静。静就代表六合静，代表清净，代表无染污。六根清净，一点不染。这是啊，佛法啦，佛就是咧教这个。大刚啊，早安，大众做会主会。先念三皈依啊，人的心肝都会平咯，人的心肝都清净咯，这个回家开会成功。啊，佛有佛的人都遵守，遵守这个功令完整。父母精团啊，啊，佛陀在世，大家拢嘛听伊，无意见，无梦想，无杂念，这个团体一团和气啊。最兴旺啊！啊，什么叫做衰呢？这个啊，和睦的气氛无了，那就衰了。那想着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伊老大人一个人教。学生几千人来教伊学，以世尊为中心，啊，跟随佛在学这些人，拢嘛是佛的学生，大家啊，拢嘛是同学，跟兄弟姊妹同款，一团和气，兴盛啊！啊，分别多了后，每一人接触佛的教法，个人有个人的成见咯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、想法咯。啊，想法无同，彼此不合，啊，要安怎呢？立宗啊！啊，所以就有真正侪宗派出现，就是衰咯。宗派虽然出现，都算未歹，大家拢嘛承认。咱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讲到佛，大家虽然意见无同，嘛勉强。歹势去烧钱啊，啊，虽上啊，无佛在世，遐尼啊，温馨遐尼啊，团结咯，迄个现象无咯。所以对，分做遮尼多宗派，你看现在这宗派。像人拢认家己最大，家己是金团，别人拢不如我。那有这个争论啦，
所以到极处咯。主战啊，非他，我这法门好，别个法门未必哩。我叫大家修我这个法门，白一天白行的，这是错误啊！劝大家修下我这个法门会用的，唔能去白天白人。世尊已经啊，甲咱啊做出了好的模样。华严经上最后的五十三参，佮就是这个意思咯。啊，五十三位贤弟贤，都是五十三个派别啦。啊，但是这个派别也算未歹啊，是衰咯，无衰到极处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派别家己啊，谦虚赞叹别人。华严经最后一招，就是讲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重大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根性无同啊。佛陀在世，大家根性都不同，有佛的智慧啊，有佛的啊威德，统一咯。大家拢无话通讲，个人体会，听佛讲经，个人体会，个人理解。个人得到利益拢无同啊！有人伫即句内底得到利益，有人伫迄句内底得到利益，安怎共款？伊伫迄个得到利益，就讲这个好，这段好，我伫即个开悟诶。别人伫即句顶面未开悟啊！六祖慧能听金刚经，听到应无所住的生机心开悟咯。啊，应无所住的生机心，咱真实，我逐工拢念未开悟，根性无同啊。啊，所以佛经上有一个比如，比如个真好，即个摩尼佛家己比如的，功夫是大医王。遮侪来看病的人，佛一个一个家己啊，处方，那都是无同的法门啊。用这个处方啊，伊拢好啊，有毒啊，病毒啊，那讲换一个呢，换一个出代志咯。那讲伊未好，可能会甲病加重，甚至讲会无命啦。本性无同啊，佛有这个能力啊。干别众生无同根基，同款的说法，可以听到，伊会当啊体会，伊开悟啊。迄句话，迄个人若听到，伊是会开悟的。佛有这个啊本事，后来弟子都不如佛咯。啊，菩萨比佛高出一顶。阿罗汉比菩萨个处一顶咯，凡夫要按怎嘛袂当比得阿罗汉？呀，这是世世代代伫咧生传的啊，敢袂传错呢？这些啊袂当避免的代志啊，啊，修着原则，怎样讲拢总是一家人。修到家己的啊法门，赞叹别人的法门，绝对正确的啊！啊，这是华严的精神啊，华严的教训啊。
甚至讲啊，佛讲的宗教，咱啊对其他宗教尊重啊、赞叹啊，绝对袂去甲批评，咱家己也谦虚。啊，无共的宗教，伫咱的理念当中，拢嘛是一尊佛，啊，一尊佛的化身啊。普门品内底，楞严经内底拢嘛讲甲真清楚，用以什么心度化，就现什么心啊？用以佛心度化就现佛心，应以菩萨心度化，就现菩萨心；应以基督心度化，伊就现基督心；应以阿訇心度化，伊就现阿訇心。啊，你且讲开来啊！所谓宗教，所谓圣贤，拢嘛是佛菩萨变化所作，同一个人啊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我会记得有一年在日本访问，我去看中川空良老法师，我跟他见去三拜面啊，他啊老大人103岁过身呢。头一摆我去看，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拢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啊，听着真欢喜啊！我会接受，我会赞叹。啊，中川老和尚无讲错啊！哎呀，伊知影讲，我接触真侪宗教。伫咧做宗教团结，鼓励我。伊个徒弟啊，姚本，中川老人过身，现在在道场姚本的主持。团合伊个，姚本迄天送我来到大门口，甲我讲，伊讲净空法师，阮老的想今仔日甲你讲的即句话，伊啊一生将来毋捌讲过，我毋捌听过伊讲过，为什么甲你讲即句话？我甲伊讲，个人的言无讲啊。阿姨看到我讲这句话，分量真重啊！在日本声望上悬呢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！你讲啊，世界什么时候会和谐？世界上的人拢嘛有这个啊意识，咱是一家人，世界都会和谐啊！世界所有问题拢会解决。啊，第一呢，就是无矛盾，什么问题拢化解了。啊，要安怎让这个世界人拢有这个概念？哎，就是爱教学啊。什么款的一种教育呢？宗教教育啊。啊，各个无同的宗教认真来啊学习，学习到最后肯定神只有一个真神，这个真神有智慧、有神通，会变化。啊，迄个族群的人
因想要多一种神去甲教化呢，伊就献什么款神的心？伊家己也是无意思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啊！你看，经常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啊，随心应量啊！啊，所以我肯定，真神是一个。我去甲倒一个宗教拢嘛是去拜因的神。为什么呢？我知影讲这是啊，佛的化身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真诚恭敬。啊，迄、那个宗教内对人呢，信徒呢，看到伊嘛未反对啊，欢喜啊。你看，法师对咱的心礼拜呢，磕头呢，因就欢喜啊。啊，我住伫新加坡的时阵，每一个宗教都爱活动，我拢去参加。啊，我甲因做会来做礼拜。啊，所以我就提出来，宗教是一家这个概念。我原先也认为讲都爱辩论呢，啊，结果呢，这十几年一摆辩论都拢嘛无，大家拢接受啦，拢欢喜接受，出我意料以外啊。啊，接受是有早晚的无同，大多数的宗教大概是一年就会接受。啊，我伫新加坡呢，基督教是最后三年才接受。啊，接受了后，确实伊啊心量拓开咯。来主动帮助啊，别个宗教啊，我看到有一个牧师，应该是个苏林呐、啊。看到别个宗教做祖先事业，啊，资金无够。伊摕十万块，用迄个宗教，我这个代志能做甲圆满。十万的新加坡币呢，真无容易啊！咱大家看到这个，拢嘛欢喜赞叹。所谓宗教，都爱互相尊重。怎样讲是一家人啊？啊，是咱家己的教内面的佛菩萨，伫迄个宗教来对待实现的。迄、那个宗教讲是咱宗教的神，伫佛教内面来实现做佛菩萨，同款啊。一点都无讲错啊！啊，宗教甲宗教之间团结，用什么做基础呢？做核心，那就是爱啊！无这个宗教，无咧讲爱啊！仁爱世人啊，
上帝爱世人，伊虽然真主，确实是仁慈的啊。佛教的佛菩萨，大慈大悲，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。所以宗教会帮助咱来生啊，会去天道啊。那是讲啊，本来有这缘分，拄着佛教，你才用心学习。拄着净土法门，哪个会超越六道轮回？而且会啊，一生成佛啊！净宗法门提倡的是一生成佛啦，那叫做东生成佛，就是这个一生当中就成佛啦。宗教团体里面，那是讲啊，拄着内部未团结，内部啊会分派系，内部斗争，这就水到极处咯。距离再好，就无远咯。再好会好伊也毁灭啦。咱来知影，西隆啊，就是内部未团结啦，内部斗争啦，斗争，不管何时。争名夺利啊，风中主持也是出家人咧烧钱诶。执事在公令执事，像做和尚、管教学，那就无人烧钱啊。干伊呢？还是啊，总管啊，管总务的有人收钱啊。地铁管外交的，管接待的，这有人收钱。只要是内底有精明夺利，就是水到极处咯。要安怎呢？回归到团结，回归到六合敬，有法呢是唔通分家。分家就到极处，刚才的宗派，咱净土宗，国立门户，主战非他，互相未往来，同行相欺，敬信徒敬重用。这是现今社会一种的现象真多啊！
所以咱讲到三幼感慨万千啊。也咱今仔是做甚物做的是三幼业啊？敢未受着三幼的果报呢？啊，第二色幼，为色界树上诸天，有色受色，有老相丁，不生出天。色界修的是树上八丁，树上八丁是对婆罗门来。啊，印度婆罗门教啊，因是列入必修的课程。四禅八定，就甲上观呢，证阿罗汉果。啊、阿罗汉所修的是出世间的禅定，四禅八定是世间禅定，无出六道轮回。也有些是啊，继续生中，生生世世在人间天上修定，啊，这个定那是修行功，伊啊，生四禅天，四禅天是有老禅定。也离开啊欲界，欲界是有六层天，伊伫这六层天以上，啊，伊个欲咧暂时离开啊，唔是讲永久离开的。你这定的功夫真深，时间真长。那是讲这个定功失去咯，也就是讲伊的寿命到咯，定功失去啊。咱这个啊世间人的寿命是福报啊，你即卖也够有寿命，所以明讲你也够有福报，你的福无享尽啊。好向前你就走了，你就会离开啊。啊，四禅天嘛是安尼啊，伊啊禅定的定力，会互烦恼习气、佛珠啊不动，伊个呀控制掉的，烦恼习气未起作用，所以啊。一心的色界啊，未心的欲界啊，欲界的烦恼控制掉的，未去现行。啊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四禅总共是十八天。这个就是因大的所在，修学的所在，所以伊有清净之色。伊无欲，在色名是水无去了。啊，升天、天灵，作为天灵，拢嘛无清灰。啊，三毒烦恼，这个大圣啊，幸福咯。啊，那是讲要修定呢？
就要先学林绿。林绿是山顶的前锋兵，就是讲有别的功夫，什么物件拢袂当啉，伊都袂得定。哎呀，什么拢会啉，所以心是定的。绿波罗蜜呢，实际上是有处地。你看第一个布施，把你放下，放下了后，把你持戒，持戒了后，把你忍辱，忍辱了后啊，这会当精进，这当啊得到禅定啊，你有赞助的啊，就是讲后面啊比头前较悬，后面啊包括头前，头前无包括后面。禅定头前的布施啊、持戒、忍辱啊、精进，拢总包括在内底。这叫做色诱啊！最后一个叫做无色诱，为无色界四空诸天，有色修习有漏禅定，布施啊出天，虽无色执。无色执为碍，就是讲这个天伊啊离开物质咯，或者是身体啊，伊不爱身体，身体麻烦啦、啊。这种念头，咱啊中国女子内底有讲到，女子有讲过。我有大患啊，为我忧心啊。老子讲的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就这个身体。无这个身体偌好偌自在啊。所以心想事成，真正是有这个环境，有四空天，四空天修四空定。所以四禅定加着四空定叫做八定。伊伫四禅定以上，这个四禅无物质的这个身体、精神的世界啊，咱会当该合作是灵界。世间世俗讲灵魂啊，因啊是灵界。因的身体是无形的，是啊，无物质，无物质现象的。也随其所作之因，受其果报。那四空天对都会来呢？对这些人有这种的想法，都会有这个现象。显示出来啊，因都是在这个境界内底，但是呢，无离开六道轮回。定功那是送失咯，伊都会堕落咯。哎呀，回到欲界来咯。总共一句咧，伫个六道内底咧，射来射去啊！佛讲呀，生死疲劳啊，真正苦啊！咱阁刷落来看。五粒子老技术下面的注解，论诸有我，无欲故。所以啊，伊也毋是欲界，这是咧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欲拢断去咯，欲断去，当然因是欲界。
啊，伊住诶即个环境咧是地面地久，伊毋是色界，色界天毋是伫地面伫空中诶，所以啊，伊是地久，伊毋是色界，无色，伊毋是无色界。那、啊、这就是古代的所讲的净土非三界所立。当然啦、啊，这边的环境完全都无同。咱有三界，有界限的，有障碍，伊无。所以出入三有，叫出有，理有者有心。但是呢，伊无欲，啊，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所在啊，讲无论是人呢。无论是居住环境，这是有，伊是以一心愿海利有，是阿弥陀佛，愿力啊，引出来，马上先到啊，叫做世界，这个、人的念力。啊！一心向往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已经庄严。释迦如来甲咱介绍甲遮清楚，咱若有这个概念，咱若有这个心想，咱就有，咱就知影十方诸佛刹土内面六道众生。跟我们应该差不多，我也有这个愿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所以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变现出这个境界。阿弥陀的大愿，佮加着一切往生的人的念头、念力，所以你两边超四句，两边啊，有无两边，啊，接着一切法有，就叫做有边。接着一切法拢无，这叫做无边，拢叫邪见。啊，伫咧大乘法内底个啊，叫做边见，两边吗？空有是两边，无论是接着都是边的嘛，叫做邪见。调论曰：有无之境，边见所存，其是注定莫离之道乎？两边拢唔通住。那换一句话讲，空有拢唔通藏伫咧心内，藏咧心内啊，就着咯，就着相啊。有无两边拢唔通执着，怎样讲有无两边拢咪是假相，拢唔是啊是相啊，啊超四句，四句就是讲有无四句，
第一个是有句为我都协计，其实计较依教我甲我文之心拢嘛有啊，是名，这个叫有。我的心，我这个心对到未来，色受想行识，符合理性。色受想行识嘛是有，拢嘛着有咯。或者是讲，即受想啊形式有，我无，我是记啊。虽然不着有，伊都有，法执啊，我们是法啊，我啊无法有啊，啊这种境界是啥人呢？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心见啊，婆罗心我婆罗，凡我无婆啊，那地理啊都是无，我都，而且他有个是错误的观念，我有我文之心该无。啊，我有我有解一步呢。今仔日科学家，伊拢知影咯，知影讲这个事实真相，也阁是会执着啊，都无把这个我放下，所以啊，伊未当去证着许多因果咯，也未当出六道轮回啊。了解事实真相，必须得爱对心地上、念头上，我的念头无了，我问的念头嘛无了，这才会用呢。虽然是有无的，这个念头拢嘛无了，这会去超越啦六道轮回。这个做啊，无故啊，无故着了断见。第三个呢，亦有亦无，为我都欲离明明这两种故事，所以啊，一个起这念头咯，我有我闻，亦有亦无，这对在啊，又无相违咯。有都唔是无咯，无是绝对唔是有，有无是相违背，是相对嘅。要安怎讲嘛？是亦有亦无啦，最后是非有非无，非有非无呢？非有非无嘛是未当成立，所以呢，你故非故。过去我有我闻，非有非无啊！即有成戏论之见，戏论就是讲无意义啊，唔是啊，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按怎呢？事实真相即四句拢嘛未当成立。啊，第一即地头前的句话都是有无啊，后面个句子的呢，想无想，
啊，然后就靠用这个来推广，推广到一切法，生无生。啊，一切现象不离四故，四故不生立。这个话是要怎讲呢？所以佛啊，甲咱讲一切法，是孤独的智慧啊。无容易，不可说，佛讲出来咯。佛安怎讲出来呢？不是无说理说。咱唔知呀，无说理说，然后才甲咱讲，说理无说，所以咱也是讲佛有说法咯。佛甲咱讲，这叫做谤佛。为什么？伊讲伊啊，从来都唔捌讲过一句话。一个字，讲了49年，哪会讲无算呢？这就是啊，算字啊，无算。你听有无？啊，无算字算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根本都无起心动念，伊是安怎算？咱去共经去弄过，咱去甲弄一个回响了，声音响了，啊，听到这声音，这声音无声无有啊，你无同个属于想象的啊。咱提这个问题问佛，马上伊就回答，伊敢无甲我讲无啊？为什么伊无思考啊？伊无讲你这个问题，我想看咩？我安怎回答你？无，就像你卡经讲过同款，自然理念啊，这个境界是咱无办法去体会啊。忽然现象，无相现有相。有相就是无相啊，啊，公有无不离，那嘛是慧慧。你心内真正清楚，有缘就现，无缘就未现。啊，有缘现，不是讲真有啊。啊，无缘不现嘛，不是讲真无啊。这是啊，诸性，诸性微妙到极处咯。佛甲咱讲的有一个真的现象，都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真正做到不可思议，啊，你就见性咯。这个微妙到极处，那为什么会当见性呢？就是讲无思无疑啊。啊，思是什么？咱有想法啦，唔知个这想的是错误的，唔通去想啊。咱有一讲法，都唔知讲这讲嘛是错误的，事实真相是讲未出来啊。唔通去想象，不教人去想。唔通言说，佛都会当甲咱言说，所以这叫妙法啦。这个微妙到极处咯。啊，佛教导咱，离四故绝必非啊。
自然明白了，自然成就了。即个字两边挑四句，出有理由。啊，出离三界，有色心，有心。啊，即个色心，甲十法界内面色心完全都无共款。啊，这个色心凡夫看未到，有滴不滴啊？离空啊，法界处处拢嘛显示，所以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你哪会讲无滴呢？但是现阿甲不现，咱拢看未到。有缘的人才会看会到。啊，缘是什么？缘是心想啊。咱若心内定想佛，迄个想咧，定在一处，啊，就起作用，会感到佛现身。甚至讲会为你说法啦。拢嘛爱达到极处啊，作用在现前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有人咧想佛都看到，有人想佛看未到呢？个人的缘都无同啊，缘伫个个人的这边，唔是伫外面，咱的相无顺啊。有梦想，有执念，参透在其中。那讲是真纯啊，感应在现前。啊，会用真心，佛教人都要用真心，用真心就有感应。唔是真心，也都无感应。有闻明令开悟发妙，那名家我发啦之一。一切事物有名有相啊，你可闻为之名，眼可见为之相。闻物体之名，便心浮现其相。下面的古籍里，不求说法，不离名故啊。以明令令令开悟，哦，称为妙。如是微妙发音，哦，诸文家令我亲闻。啊，在咱这个世界咧，文化开悟的人真多啊，最明显的。就是禅宗玉祖慧能大师，因为啊，伊唔捌字啊，伊也无读书，啊，伊听《金刚经》开悟，唔是普通的悟，是大彻大悟。是明心见性，啊，咱听经为什么未开悟呢？咱开的是小悟，小小悟，
不是天鹅，不是大鹅。未安怎呢？只要啊，你会当啊相信，你会去认真做，什么小我大我拢甲伊放开，来去想伊啊。哎呀，肯定郭林讲的话是真呢，绝对不是去骗人的。现在人会骗人，郭林未骗人。啊，郭林咧讲的，你们深入当时分修，啊，咱就入门选定这部啊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恁去老技术回一本，那你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做这个实验，真正来做，真像老师们技术同款，啊，会当一天，这个无量寿经，对头啊到尾念三十遍。工拢无间断啦，唔免去理解呀，就是老实念，达句拢清楚，无念错字，无念颠倒病，一工念三十遍，念十年，看你会开悟啊，未开悟。啊，念色咯，你就越念，下当啊念到一字都未漏高，下越念的时阵，就无经对头到尾念一遍，大概四十分钟。这修定啊，就念佛三昧。得定了后，继续啊，不断过去念，不一定在什么时阵一下就开悟了。慧能大师那是讲无定功，伊要来开悟呢？啊，伊定功伫倒位修？得精密，你得修；得破查，你得修。精密一心，精密无理念。啊，破查时阵一心破查，无杂念，得修定啊。修定什么方式拢嘛用呢？咱正宗用念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。决定往生啊，决定呢？开悟就是你的功夫啊，成就的这个修行，无这个功夫嘛，决定往生净土。这个法门啊，你也太殊胜了，太无比了。你去倒位去找都嘛找无呀？那袂当讲唔知影，啊，知影了后咧，最重要咱就爱。认真来去做啊！
如化修行啊。就算讲咱有做落，业障太重，啊，无言不贤，什么讲不贤？原来拢高高低呀，哦，你的功夫未能继续。现在言上最就是手提的这个电话，时时刻刻拢会甲你功夫拍断去。哎，真修行这个物件单调啊！为什么这个真修行的人去找山东来对？至少伊拢嘛无人，只有你一个人尔啊！有人你就会有挂碍，你定是想伊无啊？我伫个斯里兰卡，现在也够未少人到伫山东来对。啊，有一款山东是天然的，有一款山东是家己去挖的。伊也未甲外界接触，一讲甲也未讲一句话，无念头啊！而因修什么呢？用什么功夫？咱唔知，佛的法门太多咯。咱俩用因这个环境来念佛，乃讲未成功的道理呢？所以修学的环境太重要了。在国内中国其他所在佛法是找无的啊，我想要做无人扶持啊。那讲起斯里兰卡修行都无人扶持，你在遐学这山东这地区的人知影讲，你伫遮咧修行，因拢总会扶持你。啊，扶持要安怎扶持？因知影几句，话甲你讲一句话。每天中昼食饭的时阵，伊甲你所食物件送互你，食完了伊就来收去。这真正是咧扶持啊！你哪边来跟你讲话，来跟你开讲呢？迄就是咧讲闲话咯，就会跟你功夫破坏咯。虽然伊地啊，知影几句，你是真正咧修禅定，伊啊绝对袂来跟你干扰。你需要啥物件，你中意食。啊，即顿伊会做好来送来互你，准时啊！因为知影讲你见我不识啊，啊，心是会成就咧，实际上也是伫你家己啊，毋是伫外缘啊。那大乘比小乘较歹修啊，因为大乘伫众缘众多缘聚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得一心不乱，这难呐、啊。小乘是离开这些障碍，伊也得到清净心；大乘是咧老力的场所内底，伊嘛成就清净心。大乘啊，比小乘较困难足多啊。大乘的成就啊，非常可贵，不是讲小乘会当来比的啊。小乘成就就是阿罗汉，大乘成就就是佛陀啊。
现在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